为了恭祝总统华诞，每轮每换的金门县政府大楼前面的牌楼已经搭建完成了。县政府正面和寿堂也布置的金碧辉煌。同时，金钟寺与玉器驻地和金门青年娱乐活动统一浮现在眼前的，更是雄伟壮丽，真心想呈现在眼前的。在金门社教馆所主办的祝寿盆景展览，今天上午也开始在乌江书院所设的寿堂里展出了。展出的各种盆景一共有200多件，都是由金门爱好盆景的书法家设计的，包括有各种兰花、芙蓉、水仙、丝缕仙、中国竹莲，都是精心设计的。